各位国人同胞，各位收看直播的朋友，大家好。从台湾发布第一个武汉肺炎确诊的案例到今天已经两个月了。那么在这段时间，尽管我们境外的疫情并不透明，但是我们还是很努力的守住了第一波的境外的遗物，也得到了国际的肯定。那么台湾人齐心对抗病毒，守住台湾的信念，是第一阶段防疫能够成功的关键。不过就在过去这半个月，我们看到疫情在全世界的快速的扩散，尽管做了超前的部署，但是第二波的境外移入来得非常的快速。那么也因此，疫情指挥中心已经采取了断疫的措施，全面升级边境管制，也大幅强化了检疫跟管制的力道。未来的14天是第二阶段防疫的关键期，我们必须要有更大的决心来应对这个挑战。那么在这里呢，我要向我们的国民提出几点呼吁。第一，请大家全力配合指挥中心的防疫规定。许多的防疫措施确实造成生活的不便，但请大家务必要忍耐，这是为了保护自己，也保护我们的社区。那么对个人行动的对个人行动的限制都是必要的短期措施。此刻把自己跟家人的健康照顾好，就是守护家园最好的做法。也请大家务必要配合，减轻我们医疗人员的负担。第二，我要请大家不要仇视，也不要相互的指责。我们应该要感谢所有配合居家检疫、自主健康管理的国民，他们配合指挥中心的防疫要求，为所有的人的健康设下了防线。我们更要感谢所有负责防疫及医疗的同仁，不眠不休守在第一线，为保护台湾做好把关。这个时刻，我们都是生命共同体，只有团结才能打败病毒。那我也要谢谢所有投入制造防疫物资的国家队的同仁，他们放下平常的业务，全力的投入防疫物资的生产，展现了台湾人民在压力底下的韧性。那么第三，请大家不要制造恐慌，我们也要协助传播正确的资讯。对于各项医疗物资，政府都有充足的准备，口罩实名制的分配也会是需要逐步的增加。那边境管制的原则是管理非必要人员的流动，但物流是畅通的，各项民生的物资国家都有足够的存量，我们会确保稳定的供给，民众不需要抢购囤积物资。如果有囤积或者炒作价格的人，政府一定会重罚。接下来我要谈一下经济的处境。疫情对全球经济跟金融的冲击正在持续的扩大当中，那么台湾当然是无法幸免，但我要请国人放心，台湾经济虽然受到疫情的影响，但和其他国家的比较，整体经济的表现仍然相对的稳健。为了因应疫情的冲击，对于经济动能的维持、产业振兴跟金融安定，政府也都做了超前的部署。那么在产业纾困跟振兴方面，除了运用600亿的我们的防疫特别预算，我们要加速的落实我们产业的纾困。那么政府呢，还有大约400亿的以缓济急的预算跟各项的基金，总计可以投入1000多亿纾困跟振兴的这个计划里面。那么我们也不排除在必要的时候进一步扩大支出规模，全力来稳定国内的产业，以及提供从业人员适度的照顾。那么对于这一次受到冲击最深的观光及交通产业，尤其是航空相关的产业的纾困振兴，我们将专案来处理。除了特别预算内近200亿的规模以外，
我们会再另行筹措100亿，总共提供300亿元的规模，协助我们的业者渡过难关。这些预算也会协助航空业者取得超过500亿规模的融资。另外，我们也会由前瞻基础建设计划编列300多亿元，协助我们观光及交通产业的业者转型跟产业长期的发展。那么在强化经济成长动能方面呢，我们已经要求行政院在最短的时间内落实政府部门跟国营事业的投资与采购。那么今年我们马上可以投入资本们的投资，我们的预算准备已经达到8700多亿元。我们也要加速推动包括前瞻基础建设计划等扩大内需的计划，并且全力来协助民间加速投资。至于台商回流跟投资台湾方案，到现在为止累积的计划投资金额已经超过了9000亿元，其中从去年开始执行到今年底会执行达到5000亿元的规模。那我也请行政院盘整边境管制对各项商务往来跟投资可能产生的一些影响，并且有效的来处理这些问题，使得我们的商业跟投资都可以顺利的进行。那么在确保金融安定方面呢，我们近日台股的重挫难免引起市场不安的情绪。其实台湾的经济基本面很好，资金也很充沛，政府已经采取了实际的行动，维持汇市稳定跟股市的动能。那么国安基金也密切注意国际金融市场的动态，可以及时的因应。所有的资源也已经在备战状态，政府也会随时召开高层财经应变会议，因应外部快速的国际财经情势变化。我知道外界也很关心这次因应疫情的紧急措施的法院。其实我们在 SARS 之后所订定的传染病防治法，以及这一次立法院因应疫情快速反应的特别立法，已经对于防疫期间政府所需要的授权提供了足够的法律基础。以现阶段的疫情状况来看，我们的法律跟政策工具目前看起来是足够的。未来如果情势有变化，造成更大的经济跟社会的冲击，我们会是需要采取更进一步的行动，甚至于是快速修法或者紧急命令，就是要看实际的需求来决定。那么当前的武汉肺炎肆虐全球，造成健康和经济的危害，台湾除了要保护自己，更不能独善其身。只有世界共同防疫成功，台湾才能够度过这个难关。那么昨天呢，外交部和美国在台协会共同发表台美防疫伙伴关系联合声明，两国将加强合作，共同研发快筛试剂、疫苗、药品，也会交流医疗知识跟防疫所需要的物资设备。而欧盟也跟中研院签署了共同开发防检疫技术跟疫苗。事实上，许多的国家都表达和台湾防疫合作的意愿。我已经请我们陈建仁副总统主责，要以开放互助的精神，无私的跟世界分享防疫的经验。这是台湾的国际责任，只有充分的国际合作，才能够确保全世界赢得这次的战役。那么有些人说，所谓的以疫谋独这些说法，其实这样的说法是反映出有些人是以政治为思考的狭隘的心态，那么无异于疫情的防治。这是因为 WHO 领导全球防疫的角色不能充分的发挥，造成国际疫情的蔓延，国际社会都深自的警惕，也更加的理解合作的必要性。我要在这里呼吁各国必须要加快合作的脚步，而台湾愿意贡献自己的防疫的能量，一起来照顾所有人类的健康。台湾 Can Help 是我们正在实践的目标。
全世界都看到，在这次疫情中，台湾人民展现了最强韧的力量。我们过去面对危机的经验，都是现在迎接挑战的能量。所以，尽管很艰巨，但是经过这次的考验，台湾一定会更强壮。我们的国家值得我们更有自信，我们会全力以赴，控制疫情，保护国民。谢谢，谢谢大家。